一会期第二次会议议程草案报告事项拟请增列委员叶怡静等三十人拟具之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拟具之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拟具之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及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拟具之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主体条例草案等四案，并列为第二案至第五案，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提案人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柯建铭宣读完毕。请问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在此宣告，民进党党团所提增列报告事项照案通过。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秘书长宣读第一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29日上午9时至9时43分，11时1分至12时7分，下午2时30分至5时47分，2月23号上午10时至11时44分，下午1时50分至1时59分，20:30至5时23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蔡委员、令仪等113人，列席官员：行政院院长张善政等40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启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八届院长、副院长选举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十一案、第十三案、第十六案、第十八案至第128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第十二案、第十四案、第十五案、第十七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9案决定交超越党团协商推派人选后提报院会。第130案决定照案通过。第131案，本院院长报告，质疑本院组织法第14条之规定，遴选林志嘉先生兼任本院秘书长，王全忠先生续任本院副秘书长。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149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5件。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答复质询，决定下次会议继续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质询。讨论事项：第一案、第二案、第六案、第七案、第九案经暂不予处理；第三案至第五案、第八案、第十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其他事项：一、105年2月2日超越党团协商结论共3项；二、105年2月19日超越党团协商结论共3项，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一次会议议事录确定。报告院会，现在先进行处理刚才通过的民进党党团报告事项增列部分，请宣读第一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30人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报告事项增列部分第一案，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好，我们第二案，
本院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报告院会，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案通过。来第三案。本院委员郑宝兴等四十人拟具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报告院会，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报告第四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拟具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报告院会，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案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议事日程原类报告事项第二案以下议案记载于议事录顺序，授权议事处依序排列。现在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内有没有意见？没有，照案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拟具二零六赈灾重建及纾困特别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李英元等十七人拟具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李英元等十七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对议事处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李英元等十六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三十六条及第三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拟具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拟具原住民族基本法增订第二十八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内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拟具有线广播电视法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内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孔文吉等二十一人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十一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等十七人拟具《全民防救灾教育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十二案。本院委员陈宜明等十七人拟具《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陈宜明等十七人拟具《国立热带医学中心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十四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通过。第十四案。第十五案。
本院委员赖瑞龙的十七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十六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十五条之二及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通过十七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六人拟具《立法委员行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十八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六人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第九条及第二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意见通过十九。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二十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二十人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一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二十二人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二案。本院委员黄伟哲等二十四人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三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十七人拟具《灾害防救法》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四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四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十七人拟具《会计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五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十八人拟具《信托业法增订第三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六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七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八案。本院委员林德福等二十三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九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十九人拟具《建筑法》第七十七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三十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二十四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三十一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三十二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拟具《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改过的意见来通过。下一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拟具《立法院网络国民提案实施办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三十四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十七人拟具《公务员服务法》第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
议事处一件通过35案。本院委员蔡依云等19人拟废止《蒙藏编剧人员仍有条例精神》一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36案。本院委员蔡依瑜等19人拟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37案。本院委员蔡依瑜等19人拟废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38案。本院委员叶怡菁等22人拟废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39案。本院委员叶怡菁等21人拟具《法院组织法》删除第63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40案。本院委员叶怡菁等23人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41案。本院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21人拟具《姓名条例》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42案。本院委员国拉斯尤达卡等22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43案。本院委员高世鹏等20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44案。本院委员高世鹏等21人拟具《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45案。本院委员高世鹏等21人拟具《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政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46案。本院委员高世鹏等21人拟具《宣誓条例》第5条条文修正。